好，我们看一下这里哦。他说 a 平方加 b 平方等于四，求多少 ？a 加 b 平方最大值。有没有强调 a、b 是个正实数？有没有看到？好，这边重点是要求这东西的最大值。老师，想请问一下，你看一下哈、哦，把 a 加 b 的平方乘开自己 ，a 平方加上 2ab 加上 b 平方，求它的最大值。很明确，老师可以知道 a 平方加 b 平方，知不知道？知道。换句话说，今天我只要把 2ab 算出来，是不是就好了？那你看一下，哎，这边是给相加求相乘，对吧？所以说这题可以用什么？可以用算几不等式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老师可以知道，把这个当作 a， 所以 a 加 b 除以几？ 2， 这样行不行？麻烦你大于等于根号，把多少？把 a 去乘以几 b， 这样行不行？各位，那这里刚刚好一个现象，什么现象？哎，这是几？四除以二，二 ，i 等于 a 平方 b 平方，开告是几 ？a 乘 b， 可见 a 乘 b 算出来小 a 等于几？二，对吧？所以说 a 乘 b 的最大值会是几？对吧？所以说老师想请问一下，今天求 a 加 b 的平方，刚刚讲过，它乘开是 a 平方加上 2ab 加上 b 平方。对吧？哈 ，OK， 那你看一下，其实说 a 平方加 b 平方这两个加起来是几？四。那你看一下 ，a 乘 b 又是几？二。a 乘 b 小于小于小于等于几？二。所以 a 乘 b 最大是几？二。二乘二，四。四加四，所以它只会小于等于几？八。所以说整个式子的最大值就是几？八。这样可不可以？以后 OK， 把这边看一下。